天多热，我们不可能下雪的这里，地球广一个到除非是地球变冷啊，我们不可能地球软化了。很冷很冷。现在是地球软化，你可能地球变冷。我们现在更热啊，不是很热吗？现在最近你生病啦？你现在在这边打完了？你讲方便好吗？你嗯，讲我那边很热。毛讲很热闹，我刚才不是讲，毛讲很热是因为地形的关系，不，高山它地形比较高。哦，是哦。啊，大家都有没有？看一下，等下没回来。OK，什么水的管理经理？OK，说了是不漏来，听我。第十座嘛，快点，马车。第十还是李维伦？第十我叫网课同学读的，我叫诺言的这样。不是。知道？原来诺言第十题。哎呀，你本来我们都乌鸡盘都是巴克里特巴哈鲁巴特马来西亚，什么什么啦，我可不是帕梅兰，很多人爱吃食物。啊，有错吗？这个啊，有，有错什么错？鸡盘都。乌鸡班都错了一个，这巴路是新车啊，格雷特巴路，巴路是刚刚的意思啊，很多人弄错啊，新车不是叫格雷特巴路，我们很常从小我们都讲错了，格雷特巴哈路才是新车，巴路在这边马来文呢叫做什么？Just now，刚刚的车，什么来着？我不懂啊，什么叫刚刚的车？哎，巴路是刚刚，所以正确应该是板都五 G，不是五 G 板都，答案是 C。板都已经是 test drive，啊，就是试驾。有时候我们买新车之前，我们一定要看那个车好不好啊，我们就要去 test drive 咯。那什么 test drive 嘛，试驾那辆车。你布拉瓦叫什么？布拉瓦叫邀请，所以它是被邀请。你布拉瓦去试驾这个马来西亚所做的新车啦。当他去参观这个展览，汽车展览的时候，来说班都古迹不是古迹班都啊，因为你要驾跟测试嘛。看到吗？这个字邀请，知道吗？嗯，放大点。给、okay, 第十一题啊，第十一题我是很喜欢做的。哎，主播，转手，手吧。对。喂，这啊，我啊，光盘。不上是很旧，是大哥了，是。考试了，不然咱大哥们班都没有两个嘛啥了。对的。OK，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题。
来，一肯读一下第一个句子。门旺，冲帮，冲帮枪兵。OK，来，妈妈呢？她丢这块布，养冲帮枪兵。你懂什么冲帮枪兵吗？冲帮枪兵只是叫破破烂烂的，破烂的了。哎，破冲帮枪兵啊，就是破破烂烂的。烂，对，破破烂烂的。但是在这边呢，它是错的，应该是什么？一部门帮感应羊，养阿爸。如果不要用穷帮讲兵，穷帮讲兵哦，应该是讲什么？崩，我给你一个句子，啊，崩啊 miss，啊崩啊 miss，都要碰到崩啊 miss 啊，乞丐啊，羊，不八嘎羊。冲帮枪兵一度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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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呢，我们用 bird 把改样冲帮枪兵，在这个马来文里面啦。可是在这边呢，我们比较简单，是一部门帮改样呀，改样我用 rosa 坏呀，破掉的改样叫什么？样 berubah 一度啊，我也可以接受，还有人破呢。养锅什么？啊，锅鸭，锅鸭，它是形容词，撕烂的话，我鸭干啊，锅鸭。第二题呢，Rumah di hujung sawah itu sudah usang，usang 是很老旧的意思啊，很 old 啦。没错。这有错没？老旧哦。通常我们是用 rumah 是用 usang，rumah 的话，你讲我那个屋子很旧，你要讲 money 买 rumah 也多少啊？多啊，很老啊，不可以啊，或者是 rumah 也多少啊？老嘛，也不对呀、啊，所以我们是用 rumah usang 那个屋子很旧很旧很啊，没有人住的，我们叫 rumah usang。第三呢，police berjaya menangkap penjenayah bersenjata itu，有错吗？这个句子？成功捕捉了这个带着武器的犯人，哎，没有错啊。第四呢，counselor，你懂这个 counselor 吗好设定。？counselor 可是他在 counseling 做工的，counselor 叫心理辅导员，啊，辅导员啊，心辅导员啊，他的角色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学生们把多姆瑞姆瑞杨伯马萨拉，有错没有？这个没有错，所以正确应该是。第一，我讨厌他们。辅导员呢？对，辅导员，考试了哦。考试了就像我们新的辅导员最普通。你们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有啦，辅导员，那个老师考试了，五路考试了，给第十二，来。For Sawang itu sedang membaca di petak Sawang. Okay. Baca dulu, wei, du. 做，不是在那边玩，就是在那边弄来弄去。你们再不认真，就坐到我的旁边呢、哇！别人手上本就那么一样大，是的。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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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sawat itu sedang membajak di petak sawah. Petak sawah就是那个稻田啊，因为稻田是四方形的嘛，所以我们叫petak sawah 咯。Sedang membajak 呢？什么意思？membajak？它正在耕耘啊，耕地啊。哎，membajak di petak sawah，所以这个句子是没有错的咯。OK，给第二题。Ayah Germa Germa 是喜欢穿 baju memakai baju bercorak petak petak，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喜欢穿那种格子的衣服的。OK，所以这个没有错啦。Bercorak petak petak。第三呢，dia seorang pencerama yang petah berkata kata。petah 呢就是流利啊，很 fluent 啊。这个他说话呢很流利呢，才可以成为一个讲师嘛，或者是演说家嘛。如果他讲话就可以这样子讲做那个演讲人是不是？所以他很流利，所以一二三没有错的。第四题来，Bermidato 也叫做演说者啊，演说家啦，演说者。哎，这演说者呢，sungguh bijaksana dalam melafazkan 叫宣读。他的呼加呢，呼加是他的说辞啊。这样做，这个句子对吗？这句子错了，从哪里错有一个选择没有事。对，有一个选择没有事。啊，为什么他错？这些答案是一二三是对的啦，第四是错啦。你要告诉我什么东西错啊？什么东西错？普密达多演说者，对呀、啊，中国是狠呐、啊。啊。在这边有一个错是什么？比较三啊，中国。比较啥呢？它是一种形容词，给中国比较就好了。比较啥呢？我们讲可能是他的行为哦，他很比较啥啊，所以应该是比较。还有另外一个 melafazkan 这边，如果我不要 melafazkan，我还可以换成什么字？那个演说者呢，很厉害，很聪明的在。表达他的说辞，表达叫什么？买文。如果不要我们 lafascan 的话，我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字。好像你在台上，你在说你的说辞的话，我叫正在什么？memberi hujah 也可以，还有除了 memberi 还有一个什么？表达叫什么？门了吧？menyampaikan hujahnya，呈现、表现他的说辞。对啊。OK，然后。No，这一题啊，第十三题，后面的第十三题，Bribasa，这个，这一份的话不一样啊，奇怪，神奇呢。第十三题，弗里巴萨，
哎，懂吗？这个什么鬼法则？适合的。看，Sikat Azmil 呢，他很喜欢 Bugaboo，很喜欢去中华啦。Pada masa lapang sama seperti sikap ayahnya ketika muda dahulu，很像他的爸爸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很喜欢 Bugaboo，他也喜欢 Bugaboo。所以哪个鬼法则适合讲述描述这个情况呢？你懂什么是 bagaimana bumi gendang begitulah tarinya？这个叫做奉命行事。这个是奉命行事，有关叫奉命行事呢？这个lembu punya susu sapi dapat nama？你懂什么叫 sapi 吗？sapi 是母牛，猴子。牛的奶，可是猴子得到这个名，是什么？描述什么呢？跌倒了。接刀杀人啊！冷不不就叔叔哦，牛的奶，但是这个猴子拿到名字，拿到那个为什么呢？功劳。啊，功劳。哎，我讲到他说是什么意思？你懂吗？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就像我做了很多东西，哎呦，辛辛苦苦做，但是别人拿到那个功劳，不是借花献佛，就是你偷取别人的功劳的意思啦。来，让我们做 group assignment 啊，只有一个人在做，可是其他人得到老师的表扬，而你没有得到表扬，这个就是他的 lembu punya susu sapi dapat nama，你讲，陈阳。有，谁可以帮我这个字呢？冷不古念叔叔，如果翻译成华语的话，yes，坐享其成啊，坐享其，或者其是这个其哦，成，就是你只是坐这，你就可以享受那个成果，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功劳的，叫坐享其成啊。然后 C 呢？Dimakan mati ama, di luar mati ayah。这个也就是说，你进退两难，你在一种很困难的情况啊，你要做这个也不可以，你做这个也死，做这那个也是死的意思，叫 Dimakan mati ama, di luar mati ayah，就是进退两难的情况啦。这个是 C 的解释啊，进退两难的情况。No，应该就是 Don G 啦。Bagaimana acuan begitu lakunya？这个 acuan 就是指的是他的爸爸。有什么模型？你做出来的那个糕就是那个模型那个形状咯。我们来形容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意思啦。Bagaimana acuan begitu lakunya？不嘞？啊，所以这种 prepa 是，你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用猜的啦。啊，用猜的。然后这个巴达斯滚动马哇，这个呢，我先不讲，因为呢，我有准备啊，这个巴达斯滚动马哇的这一个什么，老大啦，我们讨论过后，我们再做它啊。然后 before 我们还有个10分钟，还有很多时间，but close，来，马上来给。Sila tengok，哎呦，你做完了。为什么这么懒惰？来，kesalahan ejaan saja, buat ini. If spelling 错，来，bahagian B 翻去后面第几页啊？这个是第五页。有三个 kesalahan ejaan. Spelling 错，赶快找一找。每一个图一定有一个错了。Notice 有没？算所有东西，在这个字的话都是算的。
不算，那你那个是阿拉汉来的，警告就写正确的给我。第三个很明显哦，看一下，哦，第三个很明显。我给你们一个 tips 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到有英文字的，你就要小心了。哎，英文字翻译成马来文字的。你这个不对，no。啊，英文字翻译马来文字的。所以你看，第一个很简单嘛，本无慢有错吗？本无慢通告啊，没有？Notice 钢管，钢管有没有？GANG GUAN 啊，没有哦，没有错。The Laman Sarawak，Laman Sarawak 就是 website 的意思。Laman Sarawak 没有吗？Host Malaysia 不哈，给这边用啦。通常那种 Kata Nama 它是不会错的啊。本来那有人也这样错吗？有两个 G，对咯，Yang di hormati 没有错，Untuk makluman 没有错咯，哎，它的 spelling semua laman sesawang pos Malaysia tidak dapat di access，对吗？马来文这个是英文 access 哦，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个pos Malaysia 的网站没有办法进入，因为它面对这一个。技术上的影响，钢管 technical，所以 access 错了，应该换成什么？讲 spell，马来文，the access ak，the access 不是 e 啊，是 a 来的，access 的意思叫进入，没有办法进入，读错了，他们背完了，就放学了。啊，公主。有没有？OK，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每一个只有一个错的，那通常啦啊，来这边。Rice serbuk berjuji belegar，它是一个名词来的，这个洗衣粉。Rendang 是还有错吗？Rendang 是浸泡咯，啊，浸制不了了。干格里哈达 seperti baharu，哇，你浸了啊，你震不了，你衣服就看起来像是新的，OK，没有错。Dirumus 是配方，它的配方呢，dengan sistem sebut pencuci yang unik，给、okay, bahan pencegah karat dan bahan anti endapan，所以你发现到没有，anti 过后有 dash 的吗？所有的这种 ND 的话，它是一个字罢了的，叫 ND，嗯，咋办？嗯，咋办就是个门打办的意思哈，沉淀啊，沉淀物。OK，来 last one，我读的，很快，让你们自己做，很明显的错误来的，眼睛放大大，你们做完了就可以放课。对。Package 那里 package 要 package package，有错吗？class KEVS class 人当有错咯。博格拉亚干，有人讲博格拉亚干错，OK，为什么错？哪里？Bagus，博格拉亚干错了，发现到没有？讲 spell，拉亚，它有自己的 K 吗？对不对？Imbuhan beran 不是 berkan，所以它不需要不需要两个 K，一个 K 就可以了。Belaya KAN 不是 KKAN，Belayakan。
他没有，他本来的字是莱亚吗？L A Y A K，坐下来先啊，L A Y A K 莱亚，所以你要讲印度汉 ver，然后加 Y A K，然后自己的 A N ver 按的 A N 叫 A N 啊，只需要一个字吧？哎，我写什么鬼？ver 克，我少一个 K E，ver 克莱亚看啊。All right，那我就先到这里先。See you again. Alright，你在第二层呢。OK，我先到这里先，准备下课了。See you。你放在第二层。那些卡罗落好来后面呢？听不到。不知道丢你的东西。